联合报系推动影音数位汇流，不论在网络直播或是新媒体等等，已经逐渐看到成效。经过长时间的努力， NCC 今天决议核准联合报系集团申请卫星广电频道执照，频道名称为 UDN 新闻台。 NCC 并且定出三项未来评鉴换照的重点审查项目，第一项是新闻台频道的组织人力必须和联合报平面媒体的组织人力做适当区隔，第二项是引用外部资料来源，比如民众提供的画面应该只做新闻报道的辅助资料，不宜作为新闻本身的内容，第三项是频道必须确实遵守涉及事务制播准则，例如涉及公司本身、董监事本人和其亲属、员工之人士的报道。 UDN 新闻台是联合报系的新里程碑，未来联合报系会在网络、MOD 电视台、智慧型手机等平台提供给读者和观众更多元更优质的新闻。